美式量贩店好事多在台湾的第一家加油站，今天在中壢店正式开幕，并以95000汽油每公升降3元回馈会员。据了解，好事多原本打算与台塑化合作，不过会员试掉之后，发现有超过80%的会员支持中油油品，让中油逆转胜，取得5年合约。面对好事多的降价竞争，中油认为好事多加油站主要是提供给会员服务，不以盈利为目的，评估对国内加油站市场冲击不大。